叫王明柱，今年40岁，我住在河南省信阳市西县城角林场。我站的这块地上都是我们农民种的可耕地，因为这一块可耕地都是我们所生存的地方，我们户口所在地。这是乡政府就是把我们这一块都有村民说那南山那林园墓地，它是主要的人员是哪呀？人家那人那有4匹生匹是吧？匹下来搞那种，它是规范墓地。你再有钱，他只是说，只有就让你买。那啥，连着证，他买地。